的，我靠，非常的猛，老瞎子都爱用这个。我是硕吉斯的烈火，全力拥护。拍一下，是是是，减速，拍一下，关键是你，查好距离，补不补这个刀？你还真补啊！啊，是我一巴掌，减速。哎呀，他平 A 比我长，瞎子追125码，这波可以走上去，长二级。好快的闪，反应还挺快。嘿，啊，哥哥哥，嘿。嘿，他 W 好的这么快吗？啊，这个这打野恶心人，两级抓上啊，马不要了啊，没办法啊，你回去干什么？我看能不能踹死他，那不是。为什么不加急把他的疾跑交过来了？就是啊，可惜差不啊，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这一刀再细节一点是能补到的，再细节一点。能游他就行。反正慢慢消耗他们，等六级就行。吸血，吸血，吸血，这也吸不起来啊，吸了个空气，吸不起来。我这不尽力了，这都把它换了，可以了。完了完了，要被反杀了。
我玩大蛋是吧？啊，这个两个打一个被反杀，挺尴尬的。你跟随便人的，我看他好像往那边走位啊。我扔的很随便吗？为什么不阿 Q 呢？那不是 Q 没好吗？他可能要跑了呀。叶子 Q 他不敢动啊，确实。慢慢掏它，我们就消耗。就消耗，哎，消耗。耗死他。打他我们就游他掏他，不知道你慢慢玩啊，看我的吧，主播单杀他啊，单杀他。交个大招吧，闹啊，操作啊，直接操作他啊，你这啊，我这啊没问题，他写怒了，我把他踹开，其实是没问题的啊。杀没杀啊？打没打过？是不是杀了？焚天心石啊，建议以后别玩了，我马上怎么不操作了吗？不是没打赢啊，好像我坑了要输了一样。等我给大家好表演啊，还没开始呢，是不是先过渡一下啊。怎么出了十分钟没一件输出装啊，一个攻击力不带啊，好家伙。大招踹的有点晚了啊，太慢了，说实话。啊，轻松打过啊，根本不慌的。这就是主播王上的实力啊。
根本不慌啊。嘿，交闪那是怎么的啊？太唐了，唐僧啊，唐僧不是挺厉害的吗？啊，唐僧挺厉害的呀，戴个真眼，高手不需要真眼啊，什么真眼？高手盲僧不需要真眼啊。踹了，怎么了啊？消耗一下啊。这个，距离有点没看到啊，这个啊，屏幕有点坏掉了。不是，我们把塔拿下来了啊，很赚赚。Q 的挺准的，他都没躲啊，不是我 Q 的准。好吗？文天，文天救我！哇、哎，黑子说话啊！黑子说话啊！主播是操作有什么问题吗？啊？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啊？还好吸起来了，那差点吸不起来了。
哎，不是一个 Q 把炮兵 Q 死了，伤害高也不是一件好事。操作起来，操作起来，兄弟们！嘿。我只是 Q 有点歪啊，但我不是菜，我准备插眼过去把他啊，然后 Q 的，他把我给沉默了啊，只能说他的控制比较恶心啊，是不是？那能说我菜吗？不是我菜，知道吧？嗯。神龙之灵给了我又一次机会。谁是大人头啊？稻草人的，哎，不太妙。冲了！有点脆啊，我还得出个十五感觉。这一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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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干什么啊啊别烧了别烧啊不这也能把我杀了我操大穿甲了哦太离谱了太离谱了太离谱了
今的失败没有阻止我，现在也不会。你人呢？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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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够烦的，这个破末日。哎，还是过年，我不是放出来了吗？我以鲜血。打团没什么钱呀，刚二他好像被小兵给拆掉了。来个那个护甲的啊！我挡了1885，这么多，这不秀一波阿闪？阿闪有什么秀的啊？给你搞个更厉害的啊！阿闪是入门操作。这么帅，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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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梦魇怎么只有一厘米啊，各位？啊？不能不摸，我的评价是，不是你烟囱这么短，不符合我啊这个梦魇啊。你看，又急。你这个闪现是什么意思？站着给你根本听不到。我马上就到啊、哦！我们来一波精彩的配合。我操！我们真厉害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我。